讲圣言圣语，咱古前古也就比较爱讲圣语，就是讲有一个所在吼，吼、就是一个老大，就是讲吼，安尼迄个咧做，迄个讲迄个啥，无话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迄个带一个带到出些细汉，迄是怎去啊？啊，就拢去吼，迄菜市了吼，上报吼，哦，啊，大家看到这老大出去安尼吼，吼、哦，拢伊爱枕头啦，拢表演出吼，因为大伙都。叫伊老大，啊，结果呢，有一天吼，这浅浅吼，伊看到这老大，要过马路时，看到一个老婆婆吼，伊搁看到吼，所以讲，虽然伊是咧做歹哦，不过佛性每一个人都富有佛性，有良心本性，所以呢，这老大看到这老婆婆要过马路时，惊伊危险，结果呢，就吼去甲迄个老婆婆甲牵过马路。啊，咱这个浅浅呢吼，伊看到安尼时。虽然吼，伊咧为非作歹，不过呢，伊迄有想咧，很多良心所显露出来，哦，甲这老婆婆咧吼，牵过马路，所以呢，伊就想要去度伊啊。啊，去度伊的时阵呢，吼，你阿妈去度伊是老大，看到伊去惊惊。有一天呢，结果吼，去过马路的时阵呢，这个浅浅的爸爸吼，哎，猫咪先生啊吼，伊就无爱叫老大，讲猫咪先生。真慈悲，牵着一个吼，迄个讲吼老婆婆过马路，啊，迄老大呢，从来吼唔捌人家讲过遮好遮赞叹的迄个口语，非常的欢喜。所以讲咱爱讲好话，老师他也讲讲尊操心，讲好话做好事。这听到伊个赞叹的，吼，伊非常的欢喜，就讲吼，无啦，啊，迄个吼，看到伊今日过马路呢，吼，就危险，所以我就甲牵过。哦，啊，即摆即个浅显想要度，伊讲，哎，安尼吼，伊咧想，伊看伊吼，伊拢热天嘛，啊，拢穿甲皮啊，拢上衣拢无穿，就讲，哎，我先生，你身体足用吼，好，啊，迄老爸讲，对啊，好，我身体足用诶，啊，伊讲，好，就是安尼，你拢无穿上衣，伊讲，好，我身体足用，我热天我拢无咧穿上衣诶，就对啦，啊，因为赤脸赤风啊，吼，所以伫咧地面大家拢惊诶嘛，结果咧，迄个浅显做对了。老大，阿那你吼，伊无叫老大是无？来来个前边讲，哎，讲先生，阿你吼，你热天烫白皮啦吼，就是我穿衫哩。阿你寒天呢？寒天你敢有穿衫啊？讲无啦，寒天爱穿衫啊。吼，我是热天吼，烫白皮，不过寒天吼爱穿衫，好爱寒嘞。讲好，安尼你都无教育。那我实在一个吼，热天寒天拢无穿衫哩。吼，我无穿衫用，遐用哦，真正哦，遐用的人哦，哎讲，伊就产生好奇嘛，伊讲，安尼吼，是啥物人啊？讲好，你敢是啥？讲好啊好啊，好靠近啦，遮用的，我带你来看。结果咱后来遇啥物人？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。嘿。你看讲善言善语，就是咱弥勒祖师。开始哦，给吼咱的来火场，然后火场有无讲护照，搁浅显的爱护伊呢？吼，我就丢到了呢，吼，就安个鼓励呢，结果迄老大吼，然后因为恁两个偏向细来做伙吼，绝对吼无当改变嘛，所以呢，浅显做准备就甲讲吼，肯定就三离开这个环境来住火场，一个来住火场住三个月，整个气场就拢无同嘛，所以伊人啊。伊伫个当中，吼，心理教育就开始忏悔，就哇，我过去太真啊无明啊，去做要遮济吼，就是讲业嘛吼，所以呢，伊就产生忏悔。啊，人吼啊，忏悔，而且真正死心底里了，整个人就改变了。结果呢，吼，有一间佛堂咧吼开法会，伊就讲讲吼，安尼我嘛吼，我嘛参加伫即个，伊就讲，像咱有帮助爱去采购嘛吼。伊就要去参加，去到市啊时阵呢，吼，遐伊本来拢去人穿保护鞋啊，所以遐人看到伊来哦，老大吼，你三个月拢无来吼，啊吼，阮的保护鞋拢该收好，要互伊啊。结果呢，伊就讲，哎呦，过世吼，吼，我以前开始忏悔啊，你感觉，咱的佛性本来大家拢总是慈悲，歹去也是做唔对，所以呢，
就甲我家己忏悔讲，无啦无啦，是我过世，我过去唔对啦，所以请你原谅我。哦，我过去袂使做安尼啦。啊，即个所有吼，看，遐做是咧啦，遐个讲伫菜市啊卖菜啦，有一两百人哦。伊讲吼，哦，是啥物力量使你即个老爸改变啦、啊？吼、哦，改变甲变成一个人，伊讲，伊就讲，遐是道的力量啊。所有咧，伫即个当中咧，一两百人。拢总去求道，拢总去修行。你看，安尼有改变了有无？有啊，所以讲靠咱吼，靠咱爱讲善言善语，而且你爱细汉的吼，包括啊老爸三个月拢无看，啊老爸去哦见我，一千赚到两两，所以吼，马上当做开代志啊。你看，咱的迄个一个善言善语，会当引导人来修行。啊，所以咱家己本身，咱就是一定爱安那讲好话，吼、哦、做好事，即唔通口的当中，咱拢去做即个口业，吼、哦。如果咱若伫即个当中来去做口业，对咱来讲，迄拢是无好的，吼、哦。因为呢，咱上人食伊咱的心嘛，所以咱还做了即个无数的罪恶错，所以修行来讲，修行彻底，其实彻底就是咱一颗心嘛。心正则口正，啊，果本基，就是讲咱的心，咱来当个心是去关照着咱的自心，吼、哦，用咱的智慧去关照咱自心，安尼你咧会当吼，伫这个祈祷的当中呢，吼、哦，人迄落讲迄落三叫做伫个，或者去来讲讲智慧关照，啊，慧慧明显，摄住本心，用摄住本心，就分解脱。就是讲，咱会当了解着咱家己的心，那安尼，咱伫这个祈祷的时阵呢，咱就知道，哎，这是好啊，这是歹，唔通做出来了做遐业的时阵呢，咱才开始后悔。咱伫要做的时阵，咱爱时时去关照着咱的自心啦，吼。所以，就是因为咱会做遮济业，就是咱无去对咱这条心去用功夫啦。哦，咱修人老师讲了，修道修心，反道尽心。咱若是无把咱这条心，咱家己这条心，无用道心，拢用啥？用色心啦、啊。所以叫做业色嘛。所以咱咧忏悔，吼、哦，一年一年，拢安尼忏悔，安尼咱还阁遮济罪过做，就是咱无彻底去用咱这条心啦、啊。咱无把咱的佛心显现嘛。所以讲呢。在这当中，咱来随着咱的意识吼，而且吼，去做业做罪啦吼。啊，那呢，这个业力已经呢，一心会就是讲会进的心识啦。所以在这会时，咱的心夫来的时阵呢，那依咱这个个理叫做业报嘛，这个心夫叫业报心，上看会到的吼，就是像吼，咱啊从咱的艰苦啦，嘛是讲小可感冒啦吼，叫做无小心，啊那大病呢，咱先要来讲是有原因吼。这嘛是业的前道哦，那业上惊啥？就是愿力。唯有愿力才能扭转这个业力。哦，咱来看，嘿嘛，愿力嘛是一种力哦，业力嘛是一种力哦。所以咱来有智慧，咱伫修行的当中，咱来有智慧，咱来用愿力来破咱的业力。咱既然已经吼，伫过去做了菜。对个错，叫做修行了这个业啊。不过咱起码就是爱用愿力，吼、哦、来抵扭转这业力。所以咱来看这个愿，首先咱对愿的了解，愿就是一种力量。分开来讲，就是咱愿来心，啊，就讲切除之心，因为之心，因为切除之心在真实，无为之心，真实才有力量。安多啊，以前讲的，愿力不真，定为定为，就是讲。你的无真实，唯有真实才有力量。哦，下来分享吼，下一段吼，咱迄个马家军吼，很分享愿力破业力。伫个吼2004年就是南海大海啸迄时阵嘞吼，我准备离境啊，吼啊因伫吼，我隔天从隔天嘞，等下伊就讲迄个灾难要来，迄嘛是。业力共成哦，成熟啦。隔天业力就要死，要遐讲讲成熟啦。结果呢，恁鲁班伫国外，迄是马家村的人士讲，讲当时因的鲁班班员拢总有200多个。老师呢，迄个班叫做天人合一班啦吼。
啊，老师呢，临场的时阵了，甲所有班员报告，除了大家各发一个心愿，老师带你们过节关。啊，伊发的心愿就是你做得到，你袂使发迄落吼，就是吹捧，啊，无影做，迄叫做无真。所以唯有就是安那，你用迄真实，迄力量少。叫咱啊，你若是用嘴讲，嘴讲无结果，都无贪心，迄无力，就爱真正吼，能够心口如一啦。那呢，两百几个班员呢吼，拢方法，唯一就是一个困斗，迄个困斗无力，但是老师足慈悲哦。徒儿啊，伊即摆行行吼，老师来顺班嘛吼，行是咧，行来到迄个困斗的吼，会头前啊讲徒儿。关一个心愿，老师带你过节关，带你过节关，但是两样。但是老师讲的关一个心愿是看咱家己做会到，就是讲，哎，像我要来厨房帮忙，还是我要来整理运动，还是我要载人，还是啥，反正就是你做会到。但是那个困难伊不爱讲，一个人第二次更行，老师再来教育他，徒儿关一个心愿。老师带你过节关，五个呢还是不讲。第三次，第三代哦，过来也很好解。徒儿花一个心愿，老师带你过节关，你讲无？还是不讲？但是咧，马上去给老师去约约，然后讲讲，哦，伊是心肝咧想讲，哎呀，这个困到是安怎办？讲一个啦，我老师安尼连续听三届，啊，老师有准备无？但是他还是。啊，老师，我也甲讲一句话，都无奈啦吼，甲讲一句话，讲吼，好自为，好这样好，那你就好自为之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就搁来顶班上哦。啊，明天呢？明天大家都要来入班哦。我来讲好嘛吼、哦。结果呢，明天的班员拢做来入班，啊，迄、那个困到呢，到来，无来，但是呢，第一届受淘汰。与人也罢爱笑，伊讲恁恁班导演哦，迄个心态上高济，所以讲呢，咱即马从咱个疫情，即马是业绩个启动，所以咱一定爱呢吼，好好啊去行公益的，会当来回向咱无形大德吼，啊嘛是家己对家己吼，去听个就讲，这是业绩个成效啦吼，回望甲我，吼，咱今仔忏悔就是讲。恁今仔日会遭受的，伫咱的人生过程哦，个人所遭受的拢总无同款，所以人讲吼，酸甜苦辣，家己上清楚。所以伫这当中就是啊，就是恶习所遭受恶业，加油呼吸看清楚，用心悟以及所心应对佛前求忏悔。咱伫人生的过程吼，咱家己所遇到的境，酸甜苦辣。家己感受，家己知影。而这个过程，所以讲，咱着爱家己爱忏悔，爱感悟。因为呢，咱家己接受着的业力嘛，吼，咱若无忏悔，咱无去了解，这拢是咱过去业力所来的无明的贪嗔痴所造的自恶业。那呢，咱去继续伫遮呢，造业造罪啦，吼。所以咱一定爱忏悔。你有忏悔，你才有法度通去感悟。因为你若有忏悔，你对内心吼去忏悔，干吼，你有了解，你才会忏悔啊。你若无了解，你袂忏悔。咱若无感觉讲咱唔对，敢袂认对，敢袂？对啊，咱会认为咱对啊，所以咱来忏悔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但是伫这教育的当中，咱一定爱了解，咱有一个源头，咱的源头是来自啥？清净无染，迄个自性哦，吼、哦。不过呢，咱就是安怎，咱来到家已经甲迷失啦，就是迷失去啊。吼、哦，迷失去的当中呢，咱还在遮呢吼，妄动，而且迷迷啦吼，而且咧做罪做孽，背袂清啦。所以咱一定呢爱道信啦吼，为咱内心世界去忏悔，去体悟这个业力的真实啦，吼、哦，好好去忏悔啦。讲唱伊这篇阿婆的几何无了后呢吼，咱有一个足重要，咱平常无了解到咱的源头啦。伊咱若无了解到咱的源头，咱原在伫只轮回伫只咧个迷茫。虽然讲咱有忏悔，
毋过咱的业绩吼，咱有对有知影讲，这个是业绩，就是咱家己做嘞。毋过呢，咱毋知影迄源头，咱原材会安怎，会搁吼明呢？搁家己在直接去做做作业。所以咱有一个吼清净无染的本性哦，吼。咱若无够无了解，咱拢只是面上的唱过尔尔，吼。咱真真正正对咱清净无染去提物件，咱都无清无错。所以讲，觉悟就是爱去觉悟，咱有一个源头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大王祖师呢，伊就甲咱讲，讲净地妙缘，体存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在世间。就是讲呢，咱本来有一个清净无染的本性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呢，迄、那个体存空寂，迄、那个物件，就是咱自性哦。净地妙缘，就是对咱的体存空寂。无污染着所流露出来智慧，迄个叫做功德。所以咱台中就谈听讲，见性是讲，因定是着，吼、哦。伊讲不在世间，骗是外口去恶来，外口去骗来，毋是，是咱自性当中着有，还是咱迷茫去？所以伊讲如是功德，迄个就是咱的发财心啦。毋过呢，咱变成安那，咱变成有一个体自空寂、清净无染的本性。咱变成去污染着，咱所流露出来变成啥？智性。啊，所以咱人生的黑暗，就是因为咱变成用咱的智性在操练，毋是用咱的智慧哦。咱会用咱智慧所做的，做圆满哦。毋过咱来用咱的意识形态在修行，迄就无同哦。咱伫遮无清无楚，甚至做了足多的业力内底哦。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咱了厝太甲人讲，如天上清，日月上明，恢复云雾，盖覆上明下暗，五谷丰吹云上，上下气明，万象皆现。就是讲，咱这个清净的本性是像太阳，伊永远就是光亮的。不过，咱有当时也感觉讲，哎呦，今仔日头发无出来，其实日头发有无出来？有啊，是去哦，这个乌云遮尔，啊，就变成乌暗。但是伊咱的比如就是讲，咱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，足光亮的，足光明的。毋过呢，微乎云，概况就是讲，咱来到人生的到遮呢，咱去做业做多，伫即内底，咱的气味，咱的物欲，足济煞做甲变成咱的人生上足乌暗，而且命运足坎坷，有无？对安尼啊，所以咱必须爱安怎讲，上明下暗，就是即个日头足光，毋过伫即下面乌暗。咱若吼坐飞机去到顶面吼，其实那下面咧落雨啦吼，较有一间，像咱富前人吼，到尾去户外时阵咧，那下面咧落雨，一个飞机到顶面的时阵吼，哇，有够光的吼，就是咱的自信本来拢无力量的光闪闪的，是咱伫这个环境去力量着，所以讲呢，伊讲呼呼风吹云散，就是讲无着风，风叫做啥散啊，就是讲咱爱呢吼。不断地把那个恶，把咱的力量掉，那么去除本无，就是本无，啊，恢复本真，去除咱的迄个，咱去卡掉这污染物件，去除掉，啊，恢复着咱清净无染的本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就变成到尾啊，上下去万象皆现，就是讲，你着去达观的讲，哦，我原来有一个我清净无染的本性。但是我就是拢无了解，我所以我是伫遮呢，吼，拢用我失心来操盘，无怪我伫遮做遮侪业，承受我命运来遮坎坷。所以你命运来坎坷，咱就爱回顾反照，咱唔通怨叹别人讲哦，咱系安尼。像昨吼，咱伫车顶分享吼，咱以前讲就讲，有个人去拜脚千岁吼，你看咱的兄弟姊妹话无明白啦。哎，脚千岁甲拜嘛，拢无保庇啦，我只有上万年去接班，啊，拢保庇你五姓，五姓伊是较好些，马上人家叫我过，拢甲保庇你五姓啊，啊，拢无保庇我，吼。所以我来分享讲，迄就是吼，咱众生兄弟姊妹就是遮无明，唔知咱家己做来的吼，有内底有啥，有因缘果报伫内底。啊，所以咱不断安怎超前部署，就是讲咱爱不断去行善，而且搁爱落实咱家己这颗心。咱这颗心呢，你爱在时时去
关照，所以六祖讲讲，智慧关照，慧慧明辟。看你这颗心的起动，你若会当去照顾着你这颗心的时阵，你有智慧啊，你迄个业力差足济哦。啊，无咩啊，讲叫做讲修道会当改变命运。啊，是安怎老师也讲，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，就是咧讲咱这心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心你若无去甲耕耘啊，若无讲吼去下功夫啊，你拢赶紧用你家己实心实格，安尼你永远你个业。了了消，无可能嘛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呢，咱要恢复咱清净的本性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心，吼、哦，这个菩提心本来就在咱心腹，所以只是咱来到这个红尘啊，吼、哦，去迷失哩。好，刚才你今仔日呢，有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就是要恢复咱这个清净的本源，咱的本心，吼、哦。有不好去，然后看到家己的人生，给自己一个立一个修道的档案，咱来非常珍惜。咱这代的人吼，来求道、修道，老实讲的，无根基、土地、福缘、深道的话，无法通求道、修道、办道。这个因缘，咱一定爱看到家己的人生。咱这世人会当遇到一只，会当咱修办道，这是非常正好。修行的因缘，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把握。要从我们今咱听一个道观吼，啊，咱这个道观好听，好听好听。好，安尼吼，啊，感恩感恩，啊，感恩。咱吼来听一个道观，就是讲咱是，那个了做去爱行功立德，吼，消业。了愿，这两件代志，伫咱人生来讲，足重要，吼，真重要。Yeah.
年当中所关的过程，会甲咱用老好吼，哦，忏悔，啊，而且能够再关嘛吼，讲吼，点个火去灯，安尼吼，重新做嘞，互咱有一个这个机会，啊，咱能够健康的吼，来哦，行功立德，无把握呢，咱好多迄个咱迄个讲吼，施工法师在，包括经济组织不能轻吼，咱无法度。他们这个修办道吼，所以咱一定要练习。啊，伫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吼，有哈哪方面吼，有所贵心的慢慢呢，哦，先不需要做，哈，慢慢付钱嘞，各位点难师也帮大伙纠正。啊嘛，你好，各位，感谢各位诚心，吼，感谢慈悲。你跟我会啊？好，我就是开始。啊，所以哦，最后哈，先跟各位诚心的哈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恩。感谢蔡莲师慈悲前道提供。昆道提供，好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，感谢您的支持。